先挡一下，然后中端的快速攻击，强攻击回转踢，当脚尖踢了出去的那一刻，再按上脚发动风尘扇斩脸刀，然后换成杀端快速攻击，强攻击，脚尖踢了出去，按一下上脚斩脸下，换成三段按着防御挡开了之后，按一下上脚发动水行剑，狂按上脚直到打破他的防御，十字斩追击三段的强攻击。好，再来，记得先换成中段挡开快速攻击两下，强攻击三段快速攻击两下，强攻击换成三段挡开水行剑，狂按上脚打崩他，十字斩追击杀端的强攻击搞定他。跟喜欢防御的敌人战斗，先砍一刀被弹开来，按一下上脚发动月影，继续被弹开发动月影禅心，然后继续直到打破他的防御，十字斩追击杀端两下强攻击。不过要注意，不是每一个敌人都可以用月影去打的，他会用剑气或者在月影的途中直接打断我们的攻击，所以千万要小心。如果打一些攻击范围比较大的敌人，我们可以用杀端作为起手架势，当回避时间不准确，就有机会触发性眼再避开，这样的话回避起来就会安心许多咯。另外打强枪的敌人，阿臭我最喜欢用加开的技能，他要准备过来发动攻击，我们先按着防御等他打中我们的一瞬间，按一下上脚打出百蛇鸟捅他，再拔出来，你也可以按着防御挡开他的攻击之后，再按方形发动鬼灵，再砍一刀发动月影，再来挡开鬼灵打一刀月影打破他的防御，十字斩捅死他。他好死不死自己走去死角里面，我们当然要使出水行剑，考验手速的时间到咯，配合武器和低甲的血条来加强水行剑的威力。因为双刀要打出不同的武技来连击，所以精力的消耗非常大，我们需要剑豪将军的套装效果，还有主夫守护灵或者加方刚的精力回复速度，还有减少精力消耗。打妖鬼的话，直接用上段的快速攻击砍掉他的脚，走到他的背后先捅一刀，再打出水行剑，当他要回复精力的时候立即收刀十字斩。因为声波鬼的脚比较高，所以我们要用上段的强攻击，先等他打完走过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，因为上段的强攻击是从左上方砍下来的，所以我们要走到他头的右边才按强攻击砍杀他的脚，走到背后追击快速攻击打三刀，收到来发动禅心，再配合腿甲的血条就可以增加攻击力哦。打大眼睛，我们要先把火属性累积满，先砍一刀收到禅心，十字斩走到他的背后，当他坐下来之后杀端的快速攻击闪开走到他的屁屁，等他坐下来然后继续砍他，十字斩打门火属性换成三段水行剑，一边笑一边斩，感觉很好吃耶。不过有些敌人就不怕火属性哦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另外一把水属性的双刀。打场景怪，我们先保持距离，先挡开或者避开他的攻击，过去快速攻击砍四刀，走开避开回去再砍他四刀，等他攻击好直接走到他的背后伤他水属性，然后走开，当他的血量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走过去发动水行剑，配合水属性的效果还可以加强水行剑的攻击力。如果打一些比较快的妖怪，我们先抓住他的攻击空档，先砍两刀走到他的背后，等他踢完砍他四刀，直到上了火属性，在等的时候他已经不断扣血了，等他踢完十字斩避开，再来收刀十字斩立刻闪开，继续这样打下去很快就可以搞定他咯。冲过去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阿臭会继续努力创作不同游戏的攻略，谢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